数日前，我得到消息，长安城会有大妖出没。待我来到闻香楼时，全楼上上下下83口，无一幸免。我是天玄教巫皇，交手后才知道这只大妖着实厉害，想收他绝非易事。天玄教巫皇在此，妖孽休得猖狂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吴兆藏歌，也是第一次见到阴谋。吴兆圣女欲杀阴奴，特来除妖。多事，我堂堂天玄教教尉行侠除妖，何须你吴兆人插手？若不是我用吴兆藏歌替你镇住大妖，你早就……你坐我右。不劳教委大人。怀秀村而已，互不干涉。正
从我踏进怀秀客栈第一步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美人等等我。公子。掌柜的，速给小爷盛几壶上好的美酒。公子来追我呀。掌柜的，给我来壶茶。哎，来了。大大大，哎，瞅着来。大大，哎，二位有何贵干？您就是本村村长吧？失敬。少侠是如何看出来的？这个吗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这酒怎么这么满？是让小爷亲自来取吗？对不起，来，坐坐，稍等片刻。你先忙。素未谋面就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你学的可是阴阳占卜？哼。这你都看不出来，村长肤白且不粗粝，一看过的就不是背朝黄土的生活。教尉大人，乡绅士族不是农桑，你不会见到肤白的人都说是村长吧？圣女大人形如鬼魅，她进了之后不逃不叫，却淡然相谈，想必时常应付官差横匪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这个不是寻常地方的掌柜可以比他。他肯定是眼花。哼，你看他身形挺拔不公，双眼目光炯炯，想必年轻时行伍从军，这朝廷素来就爱用地方官吏奉赏将士，想必他一定是立了军功换得了村长一职。如此诸多细节就在眼下，简单明了，你却一一忽略。圣女大人又老眼昏花了不成？血气。这位少侠好生了得，你看看老夫可否略知一二啊？一是花色近日才见长安流行，一身锦衣嘛，非富即贵，但是老哥笑容满面，见了我等草民也不摆高人一等的官架子，老哥在长安应该是大户人家，只行商不做官。好好，笔姓余，在长安啊经常给百姓舍粥施粮，承蒙百姓错爱，总叫我余大善人。失敬失敬。这位张姓公子招惹不得，他的爹是当朝太宰，这个真差，就是怀天，是个混混。啊，这位叫陆通，他手脚不干净。咱们这个客栈鱼龙混杂，慎言慎行。大胆刁民，竟敢如此怠慢，这酒也是入得了小爷口的。公子息怒，公子息怒。过分。
吾皇，哎，吾皇，快醒醒！荒山求财多不易，莫做绿林刀下鬼。不干不净的怕是黑店。西如，我们走。在这荒山野岭，除了你，为何还有人会舞爪藏歌？我也一头雾水。怀天呢？怀天人呢？对啊。怀天，怀天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大家跟我来。这大妖好生力啊，竟然还会使迷仙阵，可算遇到对手了。不是，妖啊，真的有妖？人家只是闻香楼的一弱女子，平素与人为善，少侠与妖斗法，为何接连奴家一同被困？回去就让我爹参你天玄教一本。哎，诸位莫慌，诸位莫慌，让少侠想想办法。诸位切莫惊慌，我除妖无数。哎，就连昔日长安楼、闻香楼的那只大妖，都是被我轻松除掉的。闻香楼那只大妖啊，我怎么记得是教尉大人，差一点被轻松的给除掉了呢？我们且说今日这迷仙阵。施术者呢，就是阵眼了。待我除了这大妖，大家便可安全离开。妖在暗，我在明，怎么除妖？我自有良策。尸身僵化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昨夜。吴兆宇。流沙走石，狂风催，其日如间，其月如晦，莫北不可居，何日来归？这是乌爪藏歌的第一节。乌爪藏歌第一节，整个客栈全部都贴上我设下的符咒，我保证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定叫大妖显出原形。你来华秀村究竟是为了什么事？乌兆藏歌。乌兆藏歌？我乌兆族蒙难，得知到中州找到九口阴泉，才方可续命。相传这阴泉的位置
就藏在这乌照藏歌的歌词内容中。可经年累月之下，我族的歌词遗失的遗失，散落的散落，我族族长便命我在中州找寻遗失的歌词。前几日我探得消息，遗失的乌照藏歌就藏在怀秀村。笔迹竟然相同，同一个人写的。闭嘴！奴家不会认错的。闭嘴！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真的是的。我让你闭嘴。是的。是周离。周离。不许再提一个字。叫魏大人，我辛苦在楼下布局。是神神秘秘的。周离此人，你有听过吗？信全都是村长写的。歌声都是他发出来的，可这门窗皆被封死，这大妖竟然可以练就如此高的功力，着实不简单。哎呀，你别出声扰我思路行不行？我又没……小心点，圣女，你别把现场都踩坏了。哦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抬起脚来，抬脚。对对对，别动别动，抬起来，那只脚抬起来，别踩别踩。我你别动啊你！你脚从那移开。我怎么挪呀？从那挪开。
吃了。水？水？没有药。啊？根本就没有药。到底要去哪里啊？蠢笨，你这蠢女人到底是如何当上无照圣女的？村长那儿必然有线索。那不快走，蠢！追！等少侠料事如神，如你所言，这是从村长房中搜出的可疑之物。他便是大妖。他是乌兆叛徒伊奇雅，多年前行刺我失败，然后逃到中州，用死人来练妖谱，还乱用妖术毁我乌兆名誉。成王败寇，杀了你，我便是预言圣女，族长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大妖呢？大妖一日不出，奴家一日不得安心。从未有大妖作祟，先是怀天，再是村长，凶手都装作大妖杀人，实则是扰乱我们的障眼法。少侠，那门窗封死，这人如何是跟妖一样穿墙出去的？很简单，凶手杀掉村长后把窗户封死，提前用木梁支柱倾斜木柜保持平衡，根据木柜下面的水渍不难猜出，木梁底端原来放有冰块，等到一切布置妥当后，凶手便从半开的大门逃出去，等到冰块融化，支撑的木梁失去了平衡，便会倒下去。如此一来，木柜便能挡住这个大门。原来制造密室的假象这么简单。圣女大人刚才还斩钉截铁地说大妖会穿墙而出，现在改口这么快。我也看得出端倪啊。从村长房中搜出的书信可知，怀秀客栈就是一家黑店，村长与人合谋，以不同的名义将在座的诸位诓骗来此，凶手对诸位的心性了如指掌，也包括我。这封信请我来除妖。这封信引我来找乌兆藏哥。有家人相约怀旧村相会，原来是假桃花。信中说有人要为奴家赎身。窃些财宝混口饭吃。得知你来怀旧村的行踪，这便是刺杀你的好机会。我那封信早就不知道扔在哪儿了，我是被骗来谈谈生意的。我可为什么每次凶手杀人的时候都会想起乌兆藏歌，而且还会在尸体上刻下一段藏歌歌词？那个什么藏歌听着够诡异的。那是我族乌兆藏歌，是来自阎罗的信仰，可以安抚冤魂，化解怨气的神曲。那我们要问的就是，为谁安魂？
张公子。昭离，看诸位面相，提起昭离二字似乎都不陌生。我听说昭离是长安文香楼的头牌，名震天下的美人，后来却无故失踪。这间客栈就是昭离的祖产，但却为何被村长和怀天各侵吞一半？在座的诸位是否都和昭离的失踪有关系？昭离被你亲手所杀，还要问他们？你说什么？一年前人家遇到昭离寻短见，见他愤恨厌世，怨气冲天，如果炼化妖仆可是百年难遇的好材料。让人家没有想到的是，昭离怨气过重，妖化后竟然不受控制，嗜杀成性，小命差点折在手里。妖化后昭离血洗文香楼，后来听闻被你二人出手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都怪我一时逐力，心急出妖，不问青红皂白。现在事情明了了，我也好，诸位也罢，怕都和昭离的死脱不了干系，凶手就是为了昭离而来，他要把我们全都杀了。昭离曾与我恩爱如夫妻，不过红尘寥寥，情缘一段，我俩彼时海誓山盟，却化为离雁单飞。昭离与我分手后便不知去向，我甚至不知他已死。凶手就是你，姓张的，你就是要替昭离报仇。我当年昭离姐姐艳名冠绝长安，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落魄书生、绿林好汉，昭离无论贵贱都以诚相待，引得慕名而来者无数。难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昭离的恩客？什么恩客？能用乌兆葬歌杀人，可是我们谁会乌兆语？对对对，谁会乌兆语？只有这两个乌兆妖女，嫌疑最大。无名小辈，杀你作甚？行了，安静，别吵了。孟继长，孟继长，听说过此人。他是除暴安良的侠客，在江湖中颇有名望。孟继长昔日最忠义昭离，愿以命相抵，而且他常与南疆的乌兆人多有来往。昭离失踪后，孟继长对我撂下狠话，便不知去向。孟继长在一年前偷走了我教长老的一颗怀形丹之后，便杳无音讯了。怀形丹浸染了受害人血，吃下之后便会一直变成受害者的模样。原来如此。在座的诸位当中，有一个人是孟继长所假扮的。昨夜乌兆葬歌响起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哦，在房里睡觉。乌兆葬歌响起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躲在房间里，不敢出来。昨夜乌兆葬歌响起的时候，你没和张公子在一块儿？他打了奴家，奴家一个人在水井旁抹泪。乌兆葬歌响起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第一次乌兆葬歌响起，众人都晕倒了，你在何处？人家也晕倒了。
整夜没睡啊？案发时全都独身一人，无人可证清白，全部都有嫌疑。教尉大人，你这是在怀疑我呀？啊？你们吴兆人本来就不可信啊。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扰我思路，行不行？宋申傲，搜行李都好过你对着这个墙面发呆来的强吧？搜身？别害怕，没事。快住手！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！哎呦！抱歉，抱歉，既然什么都没有搜到，少侠，叨扰了，太过分了！少侠，哥哥知道你心里苦，来，默契。默契啊，默契啊！没事吧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他的手上遍布老茧，正是多年行走江湖拿剑所磨出来的。我那封信早就不知道扔在哪儿了，我是被骗来谈谈生意的。我于大善人，不是孟继昌，终于露出马脚了。他拿走的那个包裹内应该就是你阴石之类的作案工具啊。我在那个暗箱里找到了这个，还有数支迷香，无味无烟，我等昏迷的那夜应该也是中了这迷香的道了。仔细想想，我们都是因为村长的信件被骗到这儿来的，可唯独于善人拿不出信件，着实可疑。既然查明他就是孟继昌，还不如一起跟他拼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他既然用藏歌给昭离复仇，那就说明他一定会再回来，所以我等守株待兔，轮流值守。圣林大人，这下一段藏歌内容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，第三段和第四段都已经遗失了。少侠，现在知道于善人就是孟继昌，那楼上的妖女怎么办啊？她比孟继昌更危险，不能放。人家若真想杀你，你活不到现在。
你能不能轻点啊？疼疼疼疼！哎呦，我堂堂一个巫兆圣女，亲手为你包扎伤口，你还在那儿鬼哭鬼叫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我说教尉大人，你到底懂不懂一点礼数啊？圣女大人，连打个绳结都打不好。哎，你是在哪儿学的给伤患水杨加霜啊？我说教尉大人呐，照顾伤患，我也是第一次。啊！啊！你们巫兆人还真是人才凋零，堂堂预言圣女，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。圣女之位本来就并非我所想。等等等，要不是当年邪剑之灾害得我族人惨死，活下来的全变成我现在这副模样。啊！圣女血脉呢，也就只剩下伊奇亚跟我二人。我们巫兆族规特别重血脉，可伊奇亚的行为又特别偏激。我就算有100万个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句话说的可怜，但南伯我同情。明知族规过时陈旧，偏要死活遵循，然后再悲天悯人的自我感伤。你们巫兆人就是自找不痛快。哎，我说教尉大人呢，自从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对巫兆族特别排斥。你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？不要说。哎，明知回忆心伤，却要自己独自沉默不与人诉说，然后自己悲天悯人，独自感叹。教尉大人，你这也叫自找不痛快。他逃了，还不是因为那瞎子？还好这次没有人遇难。人家总是受怕，十难宴请难安，真的是受不起了，不如一刀杀了农家便好。好啊，我帮你。奴家只是一时口快。讨厌，吓死人家了。方才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。其实你早就把绳索偷偷的解开，伺机而行。今夜袭击阴奴失败后，你便想逃出去，但没想到大门被堵死了，所以你只能来到这儿，然后用那个方凳撞破了窗户，再把方凳放回原位，制造孟继常破窗而逃的假象。可惜啊，可惜时间太紧急了，在那个方凳的木腿上还有些许的木屑没有擦干净，这就是你破窗的证据。下回想要杀你，就给你这个聪明的情郎一块杀。他才不是个情郎，谁看得上他？少说废话，我跟你这个叛徒的恩怨迟早是要做个了结的，可如今大敌当前，想要活命，联手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劝说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巫兆人全都是死脑筋。闭嘴！杀了孟继常后，我们再一决生死。我还有事儿不太明白，今晚的巫兆葬歌
是为谁想起的？这便是乌照藏歌的第三段了吧？死者脊椎断裂，头发被砍去了一大半，藏歌杀人手段残忍，如何安魂？嗯，原来江湖传言，四处收集偷走乌照藏歌完整秘文的人就是孟继常。帐中所写，余三刀平时用乐善好施装点门面，实则杀人越货，贩卖女子和孩童，正是各大门派千金通缉的中州第一恶匪。余三刀的账本被偷，村长写信让他带着珠宝来赎。不是孟继昌，所以真正的凶手依然在我们之中，对吧？根据我的推断，都被你二人引入歧途，逼迫于三刀外逃殒命，黄口小儿夸夸其谈，还有何颜面继续断案？那你有何高见？诸位听我一言，保准可以平安出村。杀了他！我？等等，为何啊？昨夜藏歌响起之时，我与西如在房中，这小子在大厅和两个乌招妖女过招，只有你不在场。不是，我不是，哎，我。我今天非要杀了他，没有定论不可枉杀。天道作何，吞恨者多，宁错杀不错放。人家同意，陆通始终不认，我便当再想别的办法。那就问我的匕首答应不答应了。都该死，你们害了赵丽都该死。我把赵丽卖入匪窝，我也该死。陆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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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陆通。
连笑嫂。看来把大家引入歧途的黄口小儿不止我一个。我去收拾。不是奴家，饭就在灶台，谁都会。还有五个人，这场游戏颇为好玩。井水有毒。看来我们不被杀死，要被渴死了。我子耳目在淮西，兰膏软香五味迷。池之将枯，泉之将竭。淮西不可居，何日来期？遗失的藏歌一卷，数条人命和两段遗失的藏歌，莫非是真的受到南疆邪剑的诅咒？上天令我无论到哪里都会带来不幸。幸或不幸都是人为，天意才来得怪。吾皇，无论孟继承以后还会用什么样的手段，我一定会带着你们活着离开，这样你才能用藏歌救你的族人。遗失的乌照藏歌就藏在人家只是闻香炉的一弱女子，少侠与妖斗法，为何牵连奴家一同被迫？昭离曾与我恩爱如夫妻，不过红尘寥寥，情缘易断。什么恩客能用乌照藏歌杀人？昭离被可是我们谁会乌照你？还用问他吗？都该死，你们害了昭离都该死。莫非是真的受到南疆邪剑的诅咒？都会带来不幸。那一夜，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莫名的情绪中，无法救赎。而孟继常费尽心机设下此局，就是要让害死昭离的人放手，互相折磨。老娘三天。溺水未尽了。疯女人，老娘受够了。孟继承，你有冤报冤，杀死昭离，姓张的这小子是主犯。你住嘴！这小子只是想玩玩，赵离杀到非姓张的不嫁，丑事闹到朝廷，姓张的被连参数百，监狱吊挂，这小子就动了杀心。你
当时就是嫉妒昭离，一时糊涂才上了他的贼船，要杀你杀他，求梦爷饶我一命。你这个贱人，休要颠倒是非黑白，昭离妹妹就是你杀死的。梦爷，今儿我就替你杀了这小子，咱俩的仇算了清。你给我起来！别给我撞死我！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！善恶一念，可悲可叹。最可悲的是昭离蒙冤而死，孟继常还要他一个人背负所有人的血债。孟大侠，吾皇降位。孟大侠是从何得知我们和昭离的恩怨的？我曾经救过一名青灯行者性命，那位行者送我一滴幽莲花汁，将花枝滴在昭离的遗物上，便可知死前种种。昭离先是被张公子和西如掐死，丢失荒野，但他大命未死，被陆通救回家之后，却未曾想到陆通转眼把他卖入了匪窝。他在余三刀的手中受尽了屈辱，九死一生逃脱后，他原本想回到老家隐居，却遇到怀秀村村长和村霸怀天联手侵占了他的祖产，心灰意冷的昭离在坟墓准备自迁的时候，又遇到了伊奇雅炼化妖仆未成。昭离怨气太大，自己化成了大妖回到文香阁大开杀戒，最终被我和阴奴不问青红皂白的联手绞杀。此番来怀秀村之人，
皆有负昭离难辞其咎，所以孟大想用乌照藏歌杀死钟离，以安抚昭离的冤魂。知错悔过，君子也。你亲自向昭离请罪吧。可是孟大侠，昭离是否也愿意看到你放下一世侠名，造下杀业呢？我当年第一次见到他，一人一笑，便在心中种下万千相思结。我对天立誓，他若日日和风安好，我便宝剑藏锋，守护他一生。他若夜夜以泪洗面，我便剑斩千佛，血洗阎罗。没想到吧，我早已安排了这个计划，就等你露出马脚。我发现陆通肺部没有积水，死因绝非淹死。其实真的陆通早就被你提前杀了，你吃了偷来的怀心丹之后变成了他的样子，并提前藏匿好了他的尸体。随后你用迷香迷倒众人，将玉佩塞入怀天口中，并制造自杀假象。再之后，你先引陆通身份潜伏，制造昭离妖鬼杀人的假象，未曾想被我看破，是他。你只得放弃装神弄鬼，改变手法，继续杀死余三刀。意外的是，伊奇亚那晚刚好袭击阴奴，让你成为了唯一没有不在场证明的疑犯。你在哪？我躲在房里不敢出来。心知暴露是迟早的事，于是在天明后众人分散寻找余三刀尸体时，你偷偷将陆通尸体系上巨石推入井中，这样尸体便不会上浮。待到你被绑时，装疯卖傻吓走西如，再做饭中有毒的假象。最终你跳入井中，解开陆通尸体上的绳子，使尸体上浮，制造完美的假死。袖手旁观剩下五人之间互相残杀。雕虫小技。孟大侠，回头是岸，今天玉石俱焚，也要你们为昭离偿命。梦既长呀，梦既长。昔日为昭离争风吃醋，你一穷二白，赢不过我豪掷千金。现如今为昭离要害我，你又能奈我何？
红楼里他这样的莺莺燕燕多的是，你碰都不曾碰过他，究竟看上那个贱女人哪一点好？许你侮辱昭礼！我本官家子弟，风月场作戏，可谁曾想那个贱人却当真，非要攀龙附凤于我家，非逼得我杀她不可。就算我玩够了，不要了，昭礼也不会喜欢你。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，陪赵黎去做妖吧。回长安，我便张贴侠义榜除妖，告知天下，孟大侠在怀秀村大妖原形展露，杀人如麻，唯我一人逃得一命。阴奴，我少年大人，你说一说他如何爱上环。压制孟大侠的妖气，快啊！可是你快去，别管我。孟大侠快意恩仇，不枉我一世，你的功过是非交由后人去说吧。妖气已有心扉，我迟早还必化成大妖，一人而来，一刀为人而去。Thank you.